今天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好不好？今天人太多，你们要很多重量，拜托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我们两侧的朋友不要站在我们舞台上，谢谢。辛苦的工作人员稍等一下，我们红尘上面不要站太多，非工作人员的朋友，谢谢。
Thank you.